So right now, I came here with my friend. 哎，你英文名字是什么？我一直不知道你的英文名字，好像没有英文名字。不用，不用，你叫他就行了。对, this is my friend, and he introduced me to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rtists, creator 吧，应该叫做 creator. 是不是抽烟脖子？没事，没事。 So he has this huge place that he usually make models for giant robots. Like if you have seen. Battle box and stuff like that. It's much, much bigger. He made all those robots. This painting. This is 中国的他也做许竹，你看中国的一些古代形象雕塑，然后呢，就是那个变形金刚那个手印的，他做这种大的雕塑，金属的，好多呀，他做这个，他不仅这个硅胶翻模了，玻璃钢翻模，佛，你看，他石狮也做，他的成名作，哇，好多小狗，没，他狗不要了。 成名作，变形金刚手印，第一部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他的成名作。哎，我想问一下，那这些是他自己买回来，然后再加工吗？不都就在这做着呢，这不就翻模做东西的吗？这就是狗狗谁在看？就这里的工人看吗？还有工人，哇，自己哪干得了这个活啊？那么多，好，这些都是你看，这佛也是他做的，对啊，后面那一个呢？都是，好多那个煤炭，怎么为什么那么多煤炭？ 哇，自己供暖他们嘞，好多那个，不知道怎么说哎。雕塑，景观雕塑。哇，这个文人的他也做。对啊，那还有郑和下西洋。这些卖给国家那些呢？对啊，有些那个城市公园。还有顶哇，景观雕塑。他认识好多人了呀，他能有这个资源才卖。我就想看一下。哇，有啊，有一些。 推车，这么多，为什么他们那么多材？在木啊，取暖。取暖啊，因为这边没有集体供暖了，自己烧暖了。哇，它里面还有很就是一些，啊，油漆啊什么。原料，头像，还有个变形金刚的钢铁侠关公。那些都是不要的，对吧？只是一个做不好。也有可能是模具，也有可能是翻错了的，也有可能是客户的。 它展完了或者用完了之后，没该用，这么脏的地方你也拍？我怕什么？这才有意思，就是做 DIY， 它不脏就不是一个，怎么说创客对不对？也不是，不是这么说，脏跟创客没区别，没有，你脏任何东西都要把自己的手弄脏。东西可以砸可以拖，但是不一定要乱，乱跟脏是个人的关系，跟。 是不是 maker 没怎么关系？它成名作不大了。哇，这个好大呀、啊！这个还耗时好久吧？这个。然后这一些什么东西啊，在那个看一下那个石膏粉，翻模用的。对，翻模用的这个。啊，这些它还有一个拖那个哇，后面还有那么多的那些。 关公啊，对呀、啊，佛像啊，哇，这些他弄的什么？他可能想做一个底座，然后上面放人物。对，还有这些什么东西？雕塑嘛，他最早之前不是做那些机甲回来的，最早他是做雕塑，他是央美毕业的。怪不得这个用来干嘛的？这个是泵嘛，翻模用的，这个冲锋。哇，好。这两天聊一下。没事。然后咱们一块儿吃晚饭，下午。 对，没事。你去我去我，我还有一个活，你先忙吧，你不用管我们，没关系，我们就闲着。这个拍吧，这个拍。他干活了，脏吧？我喜欢看脏的，我喜欢看脏的。老爷子是我祖院的一个老先生，我可能他来你这干活，帮你干活还是见你的地方。 他真的好多雕塑是，对，你要拍现在拍，他工作了你再拍就不太合适了。哇，他就是等一下还是要回来做这种。他会过来雕，但是老先生相对。
这些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就是这么近是吧？对呀、啊，就是这些好像我在感觉在寺庙里面才能拜一下那种，我说不懂这是什么。那你们先拍这边，拍完了我这个我360的，哇，他做了12生肖，做这种，哇，这是雕的。他这种，我好想这种怎么运出去啊？我就心想这么大，他怎么运出去？空心的，不是实心的。他怎么就是要找那个？拖车，所以说在郊区方便嘛。然后这一些是不是雕得很好？对呀、啊，但是这一些他要给谁呀、啊？这些的客户？寺庙啊，或者类似于那种客户点的，景观雕塑啊，寺庙啊。哎，但是这个人的手呢？他好像这个漆，比如说还有那个法器。哦，原来如此。其实他们验收的话，要不要求他？完全完美的，就是说他会不会很，就是说什么也要查看那些，也会了，但这个应该是放着很久了。这是四大天王，是吧？应该是。他的那些小型转床什么的，金。他只用那些木板打。这是都是泥雕，你看，这就是翻完模了，已经翻完一次模了，上面有那个残留。一刮就下来了，哇，好红！佛祖他也做了，哎，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我说，鎏金大佛。这是门那个尉迟恭公吧？哎，不是，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看起来有点凶凶的样子。你看，还有这种刻板，那玻璃钢的，空心的，里面打了骨架。真的是，没有哎，你没来过这种，应该是吧？我托他你听。这一些已经包着，好像运输出去。对，那个老师，他的作品。哇，那个老师他也在这。刚刚那个我就觉得他。因为他们相互之间借地方，因为这种地方在北京做这个东西地方不是那么好找，也不是那么好有。就是相互之间，比如说我如果哪天我要做特别巨大的东西，肯定也会借他的地方。哇，这个谁？郑和啊，郑和下西洋，郑和啊。好过分，我都不知道。你说我一看，我一看我就知道。好可爱，他养那么多狗啊，这个又是谁？就是店小二。店小，哇，这他养的都是流浪狗吗？不知道。好有爱心。肯定是中华田园游戏里面的佛弥勒佛，哎，这几个外国人，我这几个外国人，这是贝多芬，是我这个知道，这个是我们教科书里面有的那一个，应该是意大利人吧，感觉。然后那一个是莫扎特，应该是那个音乐家吧。要是我回去，可能我也有说错，就是外国人，我也。多呀，这些关公那是肯定知道的，还有这些像啊什么的，卖给泰国人吧，这种像，雕像。这个佛像。这个什么？麦当劳他也弄，哇靠！然后这一个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啊？这个兄弟。马克思啊。哦哈哈哈哈哈哈！你这文化不行，文化底蕴。文化底蕴不行。你看我一看我就是。就是什么叫什么来着？应该说我人脸，现在都有人脸识别了吗？我对啊，你看，我要是考验你，我不是不知道。哇，我吓死了！我操，哇，我以为有头狼在里面。哇，吓死人了！只是雕塑而已，对吧？哇操，吓死我了！弄完了，快！我再给他烤点料，然后咱先吃饭。吃饭慢慢聊，然后那个回来再拍 ，OK 吗？我拍完了，已经。已经拍完了。完了，我看他自个儿跟我介绍。他只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拍完了，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两个不好看、啊。但是下午可以聊，没啥着急的事儿。对。他只要跟你想聚一下。不急。